第一关在资深艺人和资深主播的对决下，由人称猪队友的陈主播抢下了第一胜。接下来的知识问答，双方可别太轻敌哦。介绍这样东西呢，不知道大家呢在睡觉的时候常常会不会瞧不到一个好的姿势，超容易落枕，所以你就会去买了一颗好的枕头回来，几千块的，对。但是买回来之后发现，哎呀，怎么躺一躺，过了几天之后它又不合适了，对，可是钱却已经花了，对。对，今天这个东西就要给大家，就是大家最好的一个福音，因为睡觉可以睡得非常好，它叫做双面网孔 3D 可调式水洗枕头。哇，哎，怎么样呢？怎么样呢？跟大家讲一下，你看一下这个，它总共有一片、两片、三片、四片、五片、六片，它每一片呢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支撑度。然后呢，你呢可以自由的放到你的枕套，看你今天买回家之后，你觉得哎，我想要睡多高的，你就可以放进去，放不同的高度。你看像哎，我先放一片，哎，一片呢可能太薄，我就放两片。啊，可以这样放哦。最多呢就是放到六片。那像我们今天来测试，大概如果以我个人刚刚试一下，我觉得五片其实基本上它的厚度已经是非常够了。你男女生厚度通常不太一样。对，你看像这样子，其实它已经有非常厚的厚度，对我们来说其实已经很舒服。没有，也是要看你的脖子啦。它其实本身是非常有弹性的哦。不信你看一下，我们拿一颗球，我不要用力，这颗网球我放下去。哦，哎，它弹的是很高的，所以代表它的回弹的力量，而且有一个很沉的那个嘣。对，它是可以这样子弹起来的。感觉吸震哎。对，除了这个之外，接下来我要给测试的是更厉害的。一个好的枕头，我们除了它本身的支撑性要高之外，大家都知道睡觉的时候其实身体会大量的排出热气，流汗，对，所以枕头常常会因为这样子就会有沉满，对，会有一些你的皮屑。那因为它本身呢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材质，它基本上呢是不会有沉满的。再来看一下哦，我用这个水把它倒下去，我整个这样子倒完，然后各位再看一下哦。它是快干的，它不会吸水，所以它不会湿，而且水分会全部都跑下去。它还有透气。对，透气的部分呢，我现在再介绍给大家一个更神奇的地方。我们刚刚已经放了五层在这里面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把这个卫生纸放在这枕头的上面，然后呢，现在呢，我拿一台吹风机，一般的枕头我们从下面这样吹，应该卫生纸是不会飞的嘛？不可能。各位，请看一下哦，我现在把吹风机放在这地方，各位有没有看到？它是很透气的。我都这么多层，对不对？没有这么多层，它还可以这么透气，而且是重点是风，吹风机的风还蛮小，对，然后卫生纸很轻，它吹得起来，所以它还可以把它吹得起来。哇，这个我很觉得很想要，这个我个人也觉得非常棒，对，好不好？所以待会六位智慧皇，你们要六位智慧皇，你们要好好加油了。好，想不想得到？想。马上进行我们的知识问答大赛。人界智慧王 Part 2，两个死对头呢，现在呢又碰上了，这样让他有太针对了。对啊，你们是这样，你们两个，我们为什么节目要造成我们？对啊，其实我们很 OK 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不是我们造成。为他走一站。准备喽，第一题，请听好了，请问，童话《白雪公主》的作者是谁？超难的，白雪公主的作者。好，来，陈永康先生，安徒生，有没有其他答案？没有，答错了。所以你真难呢，你们这个真难，两个都离开，而且身边竟然默默的。答案是格林兄弟，对啦，格林童话嘛。格林童话，所以就格林兄弟。好，来，第二题，一家加油。好，请听好了，请问台湾海拔最高的山是哪座山 ？OK， 啊，我答案是我手机。玉山，恭喜你答对了。玉山，一家有运动的，没有，你要继续。然后自己被拇指挡住，他自己按完了以后用拇指把它扣着。不是因为我运动神经比较不发达，我其实也不能输。赛季可能被寒受住。猪队友到这个地步，好不好？玉山它的标高是3952公尺，是台湾最高的山。搞不好一家都攻过呢。对啊，还没。接下来第三题，请听好了，请问人体最大的器官是什么？OK， 进行，请作答。器官嘛，对，肺。答错了。皮肤。答对
这题要抢答喽，要抢答喽。好，抢答。请问，清朝时期科举殿试的第一名叫状元。哦，还没考完呢。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？告诉我，第一个叫状元，第二个叫做，你要问我第二个，对不对？不知道，你先按啦、啊，你先按。同样哦，答案是什么？现在的状况就是你答错，他可以把题目听完。对，哦，他问我的是第二个，第二个就是前辈，不要再拖了，前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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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答案讲出来就是那个答案喽。榜眼，榜眼是第几名？第二名。榜眼，哎，恭喜你答对了。榜眼，第三名叫探花，这很厉害。恭喜陈永康，这被他被蒙中就没办法。哎呦，不错不错。请问，我们常说的三高，是指哪三样指数过高 ？OK， 健康节目主持人，一家，血脂、血压，还有，等下，血脂、血压、血氧。不，血脂、血压，不行。三，二，血糖。一血糖、血脂、血压、血糖、血压、血糖，恭喜你答对了，慢一点点，从头想不起来。好，来，接下来这题请听好了，请问成语悬壶济世常常被用来形容哪一种职业？医生。恭喜你答对了 ，Yes，Yes，Yes，OK 的。好，接下来这题请听好了，我们常说的知天命。指的是多少岁？哎呦，哦，没念完吗？答案是，对，没有答，应该念完了。你要顿点哎，哦，应该念完了。天命，你要知天命。指的是多少岁？50不惑，知天命。恭喜你答对了。Yes！ 强运，强运。30而立，40不惑，50知天命。哇塞，没想到是一凡要杀他们剃光头哎！换了一双鞋子来，果然不一样了耶。对呀、啊。好，接下来这题，请听好了。先看就对。俗话说，万事俱备，下句是什么？只欠东风。恭喜答对了。男人的对决，又是男人的对决，来呀，听好了，加油喽。这题很关键，上古传说中，后羿一共射下天上的几颗月亮？月亮一颗。谁之先？月亮的话就是一颗都没有啊。恭喜你答对了。因为后羿射的是太阳，不是月亮。后羿的后羿耶。那我现在不管，就要先按了。我先按了。啊，那你他一出题你就按了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唬我，我就不会受骗。这题是地理题。啊，完蛋了！快，你先按。请问，可以的。著名的撒尿小童，他的铜像是比利时哪个城市的市标？不知道啊。布鲁塞尔。耶！恭喜你答对了。强项，好，来一家加油喽！好，历史题，历史还好哎。三过家门而不入，是哪一位历史人物？哎呀，大禹啊！恭喜你答对了，是哪位历史人物的故事？哇塞，哎呦厉害喽！咱们剃光头了，哎，剩没有几题了，加油喽！好几招，请问孙中山倡导的是？三民主义指的是民族、民权、民生。哦，恭喜你答对了。语文比较快啊，语文比较快。好，我这个人笨鸟慢飞，我的反应稍微这样。我现在有练习过了，练习过了 ，OK 了。现在两边感觉起来分数是差不多的。又是你，加油喽，孙先生，又是你。你才三个人，很快啊。哦，这题鞋子应该有点困难，搞不好他会。可不可以问问海贼王的问题？历史题，请问，提出“顺其自然，无为而治”思想的是先秦。他，先秦，先秦，先啊，先秦。可是我记得是老子，老子是先秦的人吗？不是，老子是。请给，请作答。老子。答案是老子。对。恭喜你答对了。是各位，现在非常关键，因为呢，题目还剩下最后的两题，目前比数
6-6平手。哎，不是，宇文跟永康哥很棘手。加油！请问电视剧《包青天》包拯身边的带刀？哎呦，哎呀，带刀什么？你为什么讲话？你都故意对一下，你为什么要带刀？带刀什么？侍卫是斩招，但我不知道你问题是。你看，可以。我要问的是带刀侍卫。我就是觉得你干嘛要对一下？你他的带刀的刀子叫什么名字？他有可能知道是尚方宝剑。哈？会不会呢？有可能是屠龙刀吗？不是，屠龙刀。答案是他的护卫叫什么名字？展昭。展昭，恭喜你答对了。还有一题。对，目前7-6，主播队加油啦！等下我去看有没有问题，好。落后了，玉。刘德华、张学友，还有郭富城，合成香港。好，我们先。刚刚是谁先？宇文先嘛，宇文先。对。李永利。好讲，李永利。黎明四大天王，他叫黎明，英文名字是 LEONLEE。这个艺能界这边呢，答对了8题，主播圈呢这边答对的是6题，所以恭喜艺能界获胜！黄卡，哇，哎，这个枕头回去可以让你们头脑变得更好，好不好？哎，今天算是翻身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进行下一个考验。